好，准备哦。3, 2, 1, action！刚刚打给你那个。那个打电话来的是我前男友，他在骚扰你。我跟他在两个月前分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很不甘心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两个月内一定要交一个男朋友给他看。我那时候说的是气话，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蠢。可是我今天接到他的电话。跟我说这个干嘛？我应该要告诉你。你到底跟我说这个干嘛？你跟我走了一整个晚上的路，只是要找个人陪你上象山，然后打卡上传，让大家知道，让他知道你有人陪吗？所以我就是那个麦香鸡嘛，你随便答应店员的那个麦香鸡。随便选了麦香鸡，可是麦香鸡还是可以很好吃。我可能是听那个店员推荐，但要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再选一次一样。不一样，根本就不一样。你不用道歉呐、啊，你没有做错什么、啊，你只是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跑下车的笨蛋逛了两个小时的街而已啊，你干嘛道歉嘞？你现在应该要赶快再去搭个末班车。快啊！再过一个小时，两个月就要过来，再去跳几个法圈，快啊！好看。